今天跟你们来聊聊这双米切尔六代的蜘蛛侠配色。其实我们知道米切尔他的外号啊就是 Spider-Man， 之前也有过类似的配色发布啊，但是这一代上呢，他是以蜘蛛侠的女朋友格温啊作为这个设计灵感的。整体的鞋面呢，他这次啊用了这种纱网的鞋面啊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内侧的工程网布和这个三条绑带。同时呢，外面还会附着着一个热熔材料的蜘蛛网的结构，然后鞋舌顶部这种毛毛的设计和这个米切尔的 logo， 中底呢就是全掌的 Light Strike， 配合前掌的一块 Light Strike Pro， 然后再配合一个 X 型的 TPU 抗扭片，外底呢就是前后分掌的水晶底，然后它的鞋面啊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它的鞋面的蜘蛛网的结构全部都是夜光的，还挺帅的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整体夜光的一个效果，还是挺明显的。整体呢，这双鞋鞋楦适中啊，前掌呢在弯折的时候也不会有卡脚的现象。中底呢和上一代最大的区别呢，就是它由全掌的 Light Strike 变成了全掌 Light Strike 加上前掌的一块 Light Strike Pro 啊。这个 Light Strike Pro 啊，说实话它的脚感呢并没有那么的明显，就如果你不去刻意的感受啊，几乎你可以觉得和五代啊没什么区别。适配人群方面呢，基本上一号位到三号位啊都能穿，多穿几场啊，它前掌的弹性会被你踩出来。我看网上有朋友说这个鞋掉跟啊，你可以把它穿到最后面的这个鞋带孔，实在不行你可以穿一个叫厚实点的篮球精英袜，整体这个掉跟的现象啊基本上就没有了。然后至于米切尔六代呢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五代的价格，它未来还会有下降的空间，大家可以不用着急。好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谢谢。